董事长、各位长官，请起立，请接受陆战队一队军礼致敬。本日超演的项目分为静态组合枪法及乐仪队联合操演两个部分。首先是静态组合枪法，陆战仪队最大的特点在于枪法雄健刚硬，正是要高踏步和一致的跨手动作，展现出勇猛彪悍的陆战队风格。队员手中使用为美造连贯加兰德步枪。枪重约公斤，全长137公分，因特殊构造及不均等的重量比，操演时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危险性，需经过长时间及高强度的训练方能驾驭。现在呈现的是转枪的操演，请掌声鼓励。陆战仪队将配合陆战乐队澎湃激昂的乐曲演奏进行联合操演。
变形的队形代表陆战队强悍的战斗部队，团队作战一直是陆战队的核心价值，更是十大战力的表现。所有队员必须要有自信，要有决心，才能完成任务，展现陆战队不怕苦、不怕难、不怕失败、不怕精神。陆战队以此生不怕的精神，展现不怕决胜、捍卫国土、守护人民的决心。
船的配合进行地下传销，展现平时即时训练的情况。是零秒差的地下传枪，展现完美的团队默契。掌声鼓励！